何人？公孙大人不必惊慌，大人可识得？你有什么事？主人得知您初始天机，怕会有意外，便命小人暗中潜入天机王城，以作策应。小人已探得消息。 来者何人？齐将军，在下是来送信的。送信？什么信？将军识得此物，哼！以往的歌书是你们传递的？是。你们的主人是谁啊？慕容离。 慕容离，将军，莫非不记得我家主人了？慕容乐师，这可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在下此行，依然是为送信而来。慕容乐师。 现在何处？天权国，蓝台令。蓝台令，慕容乐师在天权国做了蓝台令，正是。果然是人不可貌相。戚将军。 别来无恙否？王城一别年余，如今却大有物是人非之感，不禁感叹人生机遇之奇巧。萧叔与将军只因仰慕将军风姿，机缘巧合令在下愧得天机境旷，不愿将军受小人排挤、暗算，数次传信与将军，唐突之处还望见谅。 慕容乐师，慕容先生如今在天权可还好？多谢将军挂心，我家主人一切安好。那你回去告诉慕容先生，他的美意，我心领了。是，在下告退。